我看一下。好的，我昨天把能力跟大部分东西洗起来了，所以现在应该要好一点吧。Monkey Bullet，我捡了一些怪东西就是了。这些狂风暴雨之夜，啊，真是个好名字。CBX Breed， 感谢感谢。哦，很多人在我们开台的时候订阅了。啊，我就不念了。然后我现在，我昨天想说，抱歉，我昨天想说拿点东西好了，就莫名其妙解了一个主线，就是在昨天的记录档里面的那个沙漠，有一个往上爬的那个塔，到那个塔之后会触发另外一个事件，会学到大象的新动作，就是往下撞，可以学到这招，所以我在那边打了一些东西，然后那个花终于有用处了，这个花用踩的，用大象去踩。大概就这样吧，毕竟已经过了，我就算了。谢谢 Sola Zip， 感谢感谢。那现在有这个，我昨天那个触发之后是得到这个 Sick， Someone Got You Sick， 一个病，可能就是给那个吧，医生吧。这个。You don't look so good.Did you wanna get that checked out? You gave a seeker. I give a lollipop. 哦，这个就是那个吧？昨天玩的那个有一个巫师，他想要 candy， 应该就是把这个 lollipop 拿给他吧。Go.拿我的棒去给他吃。我昨天看了一下以前的记录档，那个记录用的爷爷以前很瘦了。快点到了，这个 scrap metal， 哇，大小。哦，这游泳屁股有那么翘？谢谢 Mouse Cannon， 感谢。前面七一四，而且 Moon Pass 1223，感谢。还给我那个了，那个药的这个东西。哎，那就直接先回去吧。先把能拿东西拿完，现在应该有两招，至少还有两招要拿。有一个应该是可以让我飞的，
非常飞，非常飞，像不像要飞？哎，谢谢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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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tos 跟 H Tentacle。昨天没跟到，今天终于可以边看边敲，一直射射射。原来你们都是可以看着我的实况的吗？打手枪类型，恶心。谢谢 JoTP JoAutoP66 感谢收难念，有了新地图 Hypno Baron's Castle， 要去城堡。好的，先过主线，先多拿一点东西再说。你要拿一个锁住的，锁住的那个大概是飞行技能吧。我看一下哦，应该没有漏的吧。这个应该是最后一关了，就是可以去探险的地图的最后一关。这关打完，大概就给最终战地图了。所以这关打完，应该就可以去四处探探。哇，这个僵尸妹从一代烧到现在，我受不了。Roti。感谢迅70118，好188，感谢。我的音乐还蛮来劲。谢谢 Toby 50209，感谢。不能传到这里来。哦，史莱姆妹正。朕想摸，假的啊，有你没？这个火会烧他们自己人，真好。干！这种跟迷宫一样。
这边真的跟迷宫一样，要找到路还不容易说。这可以靠蜘蛛上去，我昨天有拿到蜘蛛五多。蜘蛛的好处是可以这样掉。可是这好像上不去，这个我现在过去吧。哎，谢谢 KFPS 40402，感谢。哦，是那个哎，僵尸老兄。咦，人家烧到民国几年？啊！过关了，哇！我地图还没探探完呢、欸。算了算了算了，这游戏我目前觉得比较重要，就是一路探探。看，谢谢0986，刚刚有一个 Hinokakera 4482，谢谢。猪没啊！是猪没啊，打不赢。是猪没啊，好硬。看，是白痴鸟。哇，你跳楼欸。这个门看起来可以进去，谢谢帕古帕古帕古9523，感谢。这到底怎么打？音乐太赞了，摄影发 RDRRF。对哦，感谢。蛇妹阵，可以跟他换技能，让我点丢。Enjoy. Transform. 哦，你怎么这么快啊？啊！你怎么向上嘞？啊！哈哈哈哈哈！啊，那好难哦。
么向下呢？过了吧，老王啊，骷髅男爵 ，End of your world。No。啊 ，Behold。那个前代的那只章鱼怪，前代的第一只王啊 ，Squid Baron， 老王们。死掉了，血量比我想象还少。应该有二阶段吧。他怎么这样扭来扭去的？死掉了！用 A 的比较快。不知道是到底打到他们身上什么东西，这样会大爆炸、欸。大爆射我可以理解，大爆炸就很怪。
谢谢英系，感谢。新技能啦！Happy Dance 变 Happy 人嘞、欸！鸟人，我助跑，哦，可以飞嘞，自由！哇，我可以自由自在的飞翔，跟一只鸟一样。谢谢 QWER79792。我现在有鸟人了，我看是简单很多了，很多东西都可以去捡。Zombie Hamster。谢谢 myself 5743一年了，感谢感谢。所以我要去想办法找这个 zombie hamster 是不是。华夏第一剑，御剑跟着我 ，Foxy Grandma Hit， 什么 Foxy Grandma Hit， 换到一个贵东西，这啥桥？啊 ，Foxy Grandma， 啊，我要去哪里找 Foxy Grandma？是 grandma， grandma brought fish。啊，送你一个。啊，你要是啊，拿去拿去。Foxy grandma。大哥玩这个怎么忍得住？啊，你可以不用忍啊。嘿嘿，他送我一个泡泡，泡泡，这个 ，Attack or destroy underwater bubbles as a， 哦，变成美人鱼的时候可以进行泡泡攻击啊，新技能。泡泡攻击。好了，我现在可以四处飞翔了。我要先去捡之前没捡到的那些东西。谢谢 Leo 40069，感谢。我看一下有没有漏的，没有。哎呦，我的镇上所有东西都捡出来了。这个啊，这个就是那个超明显，就之前蝙蝠飞得到，可是。碰不到的那个，这个拿完就可以出来了。我快速拿宝。不对啊，我是鸟人吗？鸟人。
过啦。鸟人呀！Waterfall Relic， 什么叫做 Waterfall Relic？ 在哪里？这个 Water Best Former Plus Arm While Standing in a Waterfall， 哦，可以爬瀑布了，是不是？嘘嘘嘘嘘嘘嘘嘘。好，这个火烧小镇也全部拿完了。接下来是这个人鱼瀑布，这个我也拿差不多，这边剩三个、四个，有那个骷髅头跟那个血量最大的，这个差两个，这个什么都没拿到，干！我可以爬瀑布。好，先来这里看看哦。我用我捏捏挤出泡泡，泡泡包可以破坏，都可以，好猛哦！哇，这个，不会这么香铁，货真价实的打奶泡，这奶泡很强，连石头都打得破奶泡，我看这边有怎么炸不出来啊！哈哈哈哈哈哈！哦。哦，哇！直接抓上来，好猛！哦，好，只能这样子。不得不说，他第一、二关的音乐比较好听，后面的我觉得都还好。干！那个可以爬，我要去爬那个。帮我爬。不想再受伤，国中生的 Facebook。我变成螃蟹也可以飞。
不对，我是有鸟，你都忘记自己有鸟。这游好像拿过，对不对？谢谢 PMP 313201，感谢。这里有没有必要再下去？谢谢 Allen Lee 1019，感谢感谢。2个月，在水底下看不见的地方叫了一声，弄得我也是比较心痒难耐，抱歉。哦，这是 Scrapper Metal， 拿完了，不知道在干嘛。这里我应该拿稳了，看一下好了。嗯，我拿稳了，拿稳了。这不是有个地方有一个那个藏很多东西，找一下，我忘记是在这里啊，对对对。哇，这么难啊！
用蝙蝠过去应该会安全一点。这个也很难欸。过去啊，直接跳过去吗？用猴子跳好像可以直接跳过去。干！变成鸟之后有惯性，这个这么小怎么可能过去呢？啊啊！我知道，我知道，没有要走那边，走这边才对。啊，李老师，我在按跳，按不出来。哎，干干干干！林老师，蜘蛛大屁股。这什么 ？Data Chip，Data Chip 有关你三小，看它是关键道具，这可以换什么东西？是不是？嗯，我还有什么东西没拿到？出去看看，走出去还蛮麻烦。哦，差一个问号没有拿，那个问号不知道会是三小。走吧，有点麻烦。那个怎么样？为什么突然在大爆射？这个门我好像还没进去过，对不对？Happy Talon， 飘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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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会大爆射。好的，我现在前三关都拿完了，这个剩下一个爱心跟两个骷髅头，这剩一把钥匙跟那个问号，那个问号或钥匙，反正有一个一定是那个黑黑的门，只是那黑黑门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进去，就剩两个，还好这边可以先拿完，这边有三个东西先拿完。我要开设 RDRS 恶心。我看一下我们 load 的，没有。这是什么 ？Iron Slap。哦，这是不是他们要的那个吗？好像是主线关卡要的。伤害好低啊！伤害超低。Heartbeat Challenge。哎，超麻烦，这个惯性。你可以干嘛？会不会在最上面还有最上一光？好像没了。
爱心。好了，这边好像剪完了，对不对？水啦，我前四关都剪完了，剩下这个两个，有一个已经在发光那里，还有一个我就不知道了。看回去能不能换点什么宝之类的。过了一天，聊天室的各位单手打字的速度变快了许多。恶心。我钱已经999。好，什么都不能换，继续去下一局。剩下这个跑道，这有一个地方需要光，我不知道那个光到底要用什么角色去开，还有一把钥匙，不知道在哪里。这两个，那先来城堡晃一下好了，城堡刚刚没有晃完。Ready? 哇，这个史莱姆妹妹太正了吧，真的受得了。飞过来有什么意义吗？啊，飞过来完全没有意义耶。那个把它撞开到也是撞坏掉。这个史莱姆妹妹不烂掉了，好好笑。这边怎么都没有办法那个啊，都没有办法找到衔接点。
他写的。这个上面我好像去过，那边有人需要对话。过关了之后，他怎么过去啊？我找不到路哎、欸。这到底是从哪边传送过去？诶？对，跳楼啊！炮椅，还叫炮哎！哦 ，Zombie Hamster 拿到了。东西可以捡。Better Sona！ 啊！
哦，我会在暗处用声呐来看到那个视线了。哦。哎，不是啊，阿不是还有一个大哥吗？大哥位置在哪里？哎，这两个都拿到，那个大哥可以干嘛？管他的，来这边看。把东西拿到，跟大哥对话意义不大。你知道鸟为什么会飞吗？把这些人全部打下有成就哎！我昨天解任务的时候解到了，也算解任务了，就是跑来跑去的时候解到，超好笑。哦，可以看正面诶，哈比的捏捏。Magical Carpet Rider， 我又拿到另外一个成就了，我不知道这成就是怎么来的。哦，可能是完全不落地吧，完全没有掉到那个下面过关就可以得到这个成就。都拿过。跳楼！难过。那要靠螃蟹呢。这我应该没东西拿。
到啦，主要的两个东西应该都在这张图啦。这我是拿过，我是靠蜘蛛上的。靠蜘蛛也拿也上了，可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没东西了。啊！这里一个洞，不知道怎么让人家上。好夹。无动于衷，哎，超好笑的。哎，是不是有人订阅？谢谢 A Bird 86520跟 Choco 1018，感谢。这个我好像也拿。啊，不对，这个不是宝，这是主线道路。来干！哦，这个。这叫 Eat is more 哎，要死！Transform。那就是那个黑黑的地方了。啊！
是蛮麻烦的。终于到了最麻烦，Spider Venom， 推推，好，谢谢大家，最累。好了，应该全解了吧？这个拿完了，拿完了，拿完了，拿完了。耶、现在比较怀疑的是那个这个地图有一个大哥，不知道跟他对话有没有效果，尝试看看还找不找得到那个大哥，找完应该就完全解完了这个游戏，就只剩通关了。这个大哥到底在哪里？都没有提示啊！这也就过关了。我来慢慢找一下啊！第一张图这边会有。嗯？到嘞，莫名其妙的。阿三 poster， poster， sweet incense poster。他说他一个 poster， 我没有任何看起来像 poster 的东西啊。
欸，难道先回去换吗？我确认一下那个，确认一下这条路到底怎么走。哦，原来是这个、哦。这个我记得在路口而已啊。对啊，在路口，路口直走就到了。